王。嗯。父王，您看这花儿多美呀、啊！嗯，孩儿，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，就像这鲜花一样，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。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，招为驸马。嗯，我要自己选。嗯，还得为父为你选。不，我要自己选。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？不嘛，我就要自己选。自己选？那怎么个选法？我骑着象，挎着弓，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，我就把箭射向他。一样，不知怎的就到了布金寺，幸亏老方丈救了我。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，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。嗯，好姑娘，别难过，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，这倒不难，我可以帮助你。哦，老奶奶，您这么大年纪，怎么能帮助我呢？你要相信我，你先回布金寺安身。过两天，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。真的？嗯。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，二师兄，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！我拿主意啊！眼看到灵山了，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，我说干脆散伙，我回高老庄，你呢回流沙河。得了吧，二师兄，大师兄又不在，眼看就要到灵山了，你得拿个主意啊！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，找他。宝记，啊，宝记，哎，大师兄，哎，猴哥，宝记，啊，猴哥，沙师弟，上哪儿去了你、啊？沙师弟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那公主是假的啊！不知是何方妖孽，正逼着师父成亲呢。啊，这。去吧。贵为公主，配你这唐朝和尚，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？你虽贵为公主，可我身许佛门，难结尘缘。万望公主成全贫僧，放我西去。取经之事，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？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？
你看今日月圆花好，何不及时行乐呢？哦，公主不可这样。你干嘛老躲着我呢？哦，公主。好你个唐朝和尚，别装模作样了。今晚你已经是我的驸马，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。驸马，可别错过了今日良辰，快快随我一块儿休息去吧。悟空，你是谁？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，怎么你来成亲？你是何方妖孽？你是何方妖孽？快快给我出去！嘿嘿嘿，恐怕出去的还是你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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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戒，师傅，师傅，八戒，师傅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，怎么样？吓死我了！你看，吓死我了！这，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，哪有逼着我师傅成亲的？你看看我是谁？猴哥，悟空，悟空，想跑？你哪儿跑？你哪儿跑？驸马，圣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妖精哪儿跑？大圣，大圣，大圣！哦，广武天王，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？你说说看啊。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。哦，捣药的玉杵。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，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。哦。嫦娥现在就是他，孽障！求助同手哥，孽障！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，还异想天开，欲配唐僧，你知罪！孽障，还不快显露原形！是只玉兔，多谢仙子了啊！
叶公仙子，叶公仙子，等等我呀！二师兄，等等我！嫦娥仙子，这多年不见，我还真怪想你的呢。天蓬元帅，你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小心我奏明玉帝，把你变得更丑。女儿见过圣僧，快！弥陀佛。八戒，快走！快走，请请请，请。快啊！哎，猴哥，你看这高多水灵啊！快走啊！好，陛下，告辞。圣僧，请，请。哎，上马！哎，好，走走。哎，师傅走啊！快走啊！走。哎，沙师弟跟上。走啊，猴哥。回去吧。